干呢？游泳池呢？无奈自嘲，因为大雨过后积水未退，屋外空地水淹小腿肚。不止屋外黄泥巴水灌进家中，柯先生说从没遇过如此惨况。电锅飘在水中，洗衣机垫高，他和太太更为了抢救冰箱吵了起来。我阿妈手骨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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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
强烈西南气流、彰化、深港累积雨量超过400毫米，大雨来的又急又猛。三合院地处低洼，积水未退，但更令人担心的是，第九号台风卢比即将发展成为轻度台风，周四到周六可能影响台湾，带来强降雨。金门、马祖和澎湖地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或强阵风。那当然，这样子移动仍然会让西南风持续影响的中南部地区的天气，所以中南部天气持续是下阵雨或雷雨。预估路径先往东，再往北靠近台湾海峡，路径还有变数。不论是否清台，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，中南部天气不稳，仍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，民众要更加小心。谢忠部综合报道。